各国世预赛正在起航，距离新赛季正式开战亦剩下一个月时间，每一支球队都是迫在眉睫完成最后的补强，同时处理球队内部一些存在的问题。就在过去的12小时， NBA 又现役签约物流言，仅发生的一笔签约来自于猛龙队，如今支付高额奢侈税的东部新贵，在得到伦纳德以后，补强方面屡出奇招，这一次的幸运儿赤裸选秀邓艾迪尔。媒体报道称，此前参加森林狼训练营的艾迪在西伯杜签约罗尔邓以后，转而前往多伦多和猛龙完成一笔签约。作为2018年的落选秀，艾迪尔和米切尔是同级校友，上赛季 NCAA 数据场均 14.9 分 2.8 助攻 5.2 篮板，有一定的潜力值。猛龙仍保持谨慎签约姿态，给艾迪尔的合同是部分保障，随时有可能裁掉艾迪尔，想要在伦纳德身边打出来，艾迪尔必须要像米切尔那样努力了。波士顿凯尔特人12小时迎来三大消息，真是喜忧参半。第一条消息是当家控卫凯里欧文陷入离队流言，媒体 Sherrod Blakely 报道称，欧文成为2019年自由球员市场头号目标，尼克斯做好准备全力追逐欧文。Blakely 很无耻的表示，消息源来自于尼克斯管理层，欧文居然是尼克斯第一、二、三选择，好像尼克斯签约欧文是板上钉钉。这一条消息无疑是让绿军感到困扰的坏消息。第二条消息是海沃德恢复问题。波士顿环球报记者 Adam Himilsak 报道称，海沃德已经可以进行无限制的全场对抗练习。就在前不久，海沃德扑出训练对抗视频时候，人们就知道海沃德新赛季能够归来，只是弹跳力比以往有一点下滑。不管怎么样，能够进行 5v5 的对抗，说明新赛季绿军有望全员出战了，这至少是一条好消息。包括海沃德都表示，我已经100%健康了。第三条消息是贾巴里伯德，这位吃饱女优的绿军悍将已经发布声明向球迷致歉，并且表示会离开凯尔特人一段时间，具体什么时候回归尚不清晰。凯尔特人官方随后跟着发表声明，针对伯德施暴女友的丑闻，直言反对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。凯尔特人中高层目前要配合联盟以及当地警方，协助调查伯德的施暴丑闻。伯德施暴女友的丑闻，事情目前是越闹越大。在女性权利提高的今天，这位本该有前途的绿军悍将，今后能不能重返赛场都是一个疑问。联盟发言人对此表示感到很困扰，坚称全力调查贾巴里伯德对女友的施暴事件，绿军官方、联盟官方都在全力协助调查伯德的施暴丑闻。你们认为伯德还有可能回到联盟打球吗？重磅消息，韦德被逼认怂了，热火目前名单19个人，仅有一个名额了，新赛季开战只能留下15人，不管最后一个名额是否留给韦德，目前看来韦德想要重返球场真是进退两难。一方面，韦德曾拒绝 CBA 的天价合同，信誓旦旦表示要以热火球员的身份在 NBA 退役，本以为热火来历会感动到立即拿着合同和韦德签约，万万没有想到韦德直接都是自由球员。就在过去的12小时，迈阿密先驱报记者 Greg Coat报道称，韦德新赛季角色的舒适度将会成为是否回归的重要因素。韦德也在近期透露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愿意接受球队年轻人道士的角色，另一个是仍渴望上场打球。人们认为韦德第二个意思的含义很关键，完全可以参考41岁卡特的情况，卡特一样想要上场打球，所以韦德愿意做年轻人导师时候，就说明韦德服老了。面对热火来历的无情，韦德更是被逼到认怂了。要是不按照热火来历的意思去办事，韦德重返赛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，除非自己大力加盟联盟其他球队。
另外，哈斯勒姆和韦德已经有了探花，成功回归到热火的哈斯勒姆充当舒克。不过韦德仍没有决定继续职业生涯，更拒绝谈论在 NBA 的未来，只是表示余生会每一天都坚持打球。韦德已经有了一种赌气的姿态，可是在铁面无情的莱利面前，韦德出现认怂的姿态，心里再怎么气都无法扭转莱利的生意，实在令人感觉到心酸。其他 NBA 消息一览表，第一条，老鹰方面同样带来一个不错的消息，遭遇左脚踝撕脱性骨折的老鹰中锋戴德蒙，如今已经摘掉了保护靴，确定两周后复唱。第二条，火箭官方则是祝福球队老将内内36岁生日快乐。上赛季内内场均 6.5 分 3.4 篮板，如今和甜瓜重聚休斯顿，不知道两位昔日掘金队友会擦出什么爱情火花。第三条，骑士随队记者 Joe Madden 报道称，乔治希尔会在新赛季有望担任首发控卫，按照骑士用8号先拿下塞克斯顿的情况，希尔担任替补的概率会更高，只是希尔确实要比塞克斯顿更有经验，却要看看泰伦卢怎么想了。第四条，贾里尔奥卡福在加盟鹈鹕以后终于舒缓一口气，然后和经纪公司 BDA Sports 分手了。奥卡福会这么做无疑是前段时间差一点无球可打，认为前经纪公司的能力不足够吧。第五条，森林狼官方同样祝福吉米巴特勒29岁生日快乐。上赛季巴特勒场均 22.2 分 5.3 篮板 4.9 助攻，一个从防守起家的球员能够成为一个顶级球星，巴特勒确实很努力了，只不过巴特勒如何和唐斯维金斯处理关系才是森林狼最大的痛点。西伯杜目前看来更倾向于使用公牛旧将。另外有一个留言铭记 Max Spears 参加 The Jump 节目谈及38岁老将克劳福德，今年夏天主动放弃450万美金合同，成为自由球员的克劳福德，本以为可以重返勇士队躺拿一枚总冠军戒指，没有想到追梦格林老妈抱了一套后就不出现了。最终勇士队签约考辛斯以后，连续拿下年轻球员，根本没有给克劳福德机会。即便一开始克劳福德重返勇士的留言很真切，可是克劳福德能不能找到工作真是太难说了。所以 Max Spears 所谓湖人76人以及勇士都有意签约克劳福德的留言只能有期待却不能太当真。即便克劳福德仍能打球，可是新赛季仅有一个月时间了，